然后我们大概有三个诉求啊，第一个就是揭露这个中国病毒的一个真相，第二个诉求就想揭露一下那个香港危机的真相，第三个就是宣传新中国联邦了。你看我们今天来了大概80多个人 ，OK， 都是自发的，都是在遍布在湾区的这些人呢、支持者，然后有一些是别的州也赶过来了，开车开过来了，这样还有很多人没到的，但是就是说那些默默支持的还是很多的，那就今天出现的就这么多，就这么多人，80多个吧。那今天为什么选在中国领事馆这里做这个抗议活动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中国病毒的是中国共产党制造的一个生物武器，所以呢大家就选择在这里进行一个抗议活动，希望他们能够出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出来承认这个事呢。而且很多美国人啊还有其他的欧洲各个国家都是想让中国共产党来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要追究责任。是